喜欢演戏啊，那么再有机会去训练班，我就从训练班就开始学，就开始出来演戏。演戏我那个时候是新马太跑，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因为旧班主老了退休了，就由我来接手，差不多也是多二十年了。在马来西亚起初我是在新加坡开班，那么后来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人接班，那么要求我来接班，所以我就有这些朋友这些同事大家的团聚来接下这个班，我是一个代表啦，那要演戏要靠大家。现在就是叫做已经是底，没有什么继承人了，黄昏的了，黄昏的就是到我这一代了。不过还有很多那些专门演公演的，还有接戏，这个叫门叫接戏。我所需要的戏曲就是以传统为主，不过我是在乎服装，就是您在讲演戏靠演技，也要靠服装、灯光、道具这些来配，才能成一个团，也成一部戏。所以，我是尽量以这个，我们因为每个年纪都大了，尽量以服装来得到戏，还有我们的音乐人长板的啦、长调的啦，都是很合作啊，大家合作的情况才能把戏做好。所以我希望哦，有人看到这种。这个视频的人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，看有没有谁有兴趣要学的啊，都可以来看怎么情况来联络一下，大家再把这个穷延续下去。是，我是在开始要拍一种文化的东西，所以刚好今天有缘分可以拍到。我是希望有多一点就是我们海南的后代来学这些东西，能够传承下去，因为我最担心最放不下的就是断层。很多会断层哦，真的被人学。我在槟城的时候啊，拍那些手工啦、牌匾啦、他们说也是没人接手的，很伤心哎、欸！我这样讲我就伤心了。对呀、还有牌匾，还有打铁的，他们讲也是没人传承的。好像新加坡的，我是已经是98%，已经是停，因为琼剧每个人的费用都很高，能够请得起琼剧的不多。因为你现在要找人演琼剧不容易，要外来人啊，要请中国的跟或者泰国的来跟我们配合，才够一团。就是讲得很心酸一下哈、哦。我就是我新加坡的，就是那些琴主他们不会了解我搞班的人的辛苦，所以你看啊，他们搞个庙要你们戏班很贵的话，他们也辛苦，我也了解。可是他们好像。人家要还神的话，可以10到15个人可以来公司来演一部戏，就是你到30个人可以演啥，对吗？所以来传承，大家来合作来传承啊。那庙方神的也有戏看啊，我们也有戏、就能够传承下去，就是这样。很多年轻人都不大会看了，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讲海南话，那海南话可以学，只要你有信心能学得到。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都会讲海南话，他们都学海南话。现在是靠大家的支持啦，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可以联系这是班主啊，就是我这边我们给一个电话，他们如果要可以联系你啊，可以，我的电话是新加坡的电话啦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到时候你给我放进去，好，可以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